10月7号晚上7点55分接获警方，号称有渔民在金门县金湖镇东村出海口海边哈，发现有人卧倒，虽然经过送医哈，但是早已经死亡。那经查证啊，死者是服役在金防部的一位陈姓下士。那死者家属对于死因有诸多的疑点了，那要求检察官要一一查明。那外勤检察官哈立即指示呢，金湖分局侦查队哈启动侦办。朱检察官哈侦办本案哈从来没有预设立场，那也没有对家属说过哈不用开记者会就是自杀这些话，分署检察官都没有讲过这一些话会哈。这个案子呢还在继续侦办中，还没有结案。承办检察官一定会积极侦办，查明所有的疑点，以早日厘清这个死亡原因。这个过程中从来不会预设任何的立场，也不会畏惧任何的压力，然后该怎么办就怎么办。香艳了嘛，香艳已经艳了哈、哦。我们本来就是不能让你，本来不能让你拍，因为侦查是公开嘛。然后那我说你要拍照要干嘛？我们警察那边拍了一堆照片，你要看或者有什么问题，我们到警察局这边看嘛。然后但是你这些东西你不能把它当拍照再流落到外面去侦查秘密外泄的问题。但是你看了，你有。因为让你看，其实是让这些家属可以协助我们来做一个侦查工作。你看哪边有疑点啊？因为哪边有疑点，哪边有问题，我们随时再去调查，再去侦查。OK， 好，程序都有正常在做，而且我们今天已经要再去复验一次，然后让家属把他的疑点全部都提出来提资料。我们原来是4:20要出发的。4:20要出发，那他应该是本来就已经排定了，待会就出门，待会就做复验，我会去这个殡仪馆。再去做一个复验的工作，这个绝对不是他开记者会我们才复验，才要复验，是早就已经就讲好的。